那个脸上戴的那个东西是你吧？之前就说是它是个，因为是名泉嘛，不让游泳。为什么不让游？这济南一道风景线，为什么不让游啊？对呀，是啊。在这里活得有滋有味多好啊！坚决支持在王府池子里游泳。我就坚决支持人和自然在一起。嗯。你就是坚决支持在那儿游泳。坚决支持在王府池子游泳。立宝。